好，刚看到的呢就是大厅，然后呢经过了一些走廊，这里都有挑高的设计，所以感觉非常的宽广。那我现在呢就很快的带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公设。好，现在走到了一个厕所我们来看一下一楼的厕所。好，现在呢在游泳池这边，有两个游泳池，然后还有一个41度的温水池跟蒸汽室跟烤箱，让你在下班的时候呢可以到这边来好好的放松一下，纾解压力，顺便运动。楼上呢也有健身房，那我们现在上去看看咯。好，这边呢是羽球馆，可以在这边打羽毛球，然后做一些球类的运动。那这边呢是一个回力球室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在顶楼的一个咖啡厅，跟这边有空中花园，可以让你看看风景。好，这边呢是空中观景台，在我们刚刚那个空中花园的再更上一层楼，然后这边呢就会有望远镜。现在在电梯里，电梯的上面有水晶灯，然后呢再往前走，这边有个桌球室。这边呢是宴会厅。试听室呢是唱卡拉 OK 的地方，所以呢就是可以来这边唱歌，然后有自己的包厢，一共有两个包厢。好，刚看到的呢都是一些运动娱乐的地方，我觉得很合理。但是这个御书房听起来很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有人家里还要有一个图书馆的概念呢？那其实我有看到有人在这边就是请家教，然后学语言，或者是孩子然后在这边上课啊，学英文之类的，读书，写作业，都可以在这边进行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在咖啡厅这边呢，有现榨的果汁咖啡，然后面类、饭类、三明治，各式各样的甜点、肉包、冰淇淋都可以去点。然后如果说你不想要在家里用餐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走到这边来，价格呢都是非常经济实惠的。自己的一个理财方式是什么呢？一般理财都会教一个所谓的6:3:1原则，就是你要把你收入的60%拿来当做日常花费，30%呢拿去投资一些理财产品，例如股票、基金，或者是让自己可以去增加竞争力等等的，然后好好的学习一下。剩下的10%呢再拿去做一些医疗保险，至少让自己碰到一些意外或者是重病的时候可以活下去，不要拖累了家人。那像我自己呢就不是一个理性跟对于细节能够很专注的人，所以我知道我不适合去做一个金融的投资，所以我会把大部分的收入都投资在我自己有兴趣跟热忱的本业上面，像是一些拍片的器材、电脑，然后房子的装潢、合作团队的薪水跟知识上的吸收上面。我会
我基本上是尽可能投资，就等于说是我同业中最高规格的，这样才有机会让我们能够走得更长久，走得更稳定。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呢，除了一半生活必需品之外，如果要买东西的话，我都会先问自己，买这个东西能够帮助我赚更多的钱吗？如果我可以问心无愧的去说它可以帮助我赚钱的话，那么我就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好的投资，值得的花费。投资一定都有风险，你愿意承担比较多的风险的时候，你就有机会爬得比别人更快更高。那么一定也有些人是比较保守的，认为安居乐业就好了。如果你是属于这样子的人的话也很好，不需要贬低自己，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不需要去承担风险跟压力，对你的健康跟家庭的和谐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。